今仔才落来厝的才坐遐哈，是无？安尼啦，处理外口处理这么久，即马等来啦。阿阮厝那去位安尼啦。阿我恁天上啊。天上啊，天上啊！啊你放下你个讲，搁快点哦，一放落来，啊你还走来内底啦。啊是外口的代志啊啦。土车啦。土车，啊有报警无？啊进前阮二三舅叫人来鉴定。啊内底外口停车，伊哪会知啦？啊，毋是阮二三叫天上入去看。 这个有出个正害啦，啊！明天早起壁要倒要倒，搁叫天上啊入去。啊，天上无入去看，伊要哪知影要哪位？阿哥，啊无你即摆伫讲啥，我也听无啊。哎呀，哇！哎，你转来啊！迄壁吼，我已经用遐门套拢甲空过啊啦，好足坚固个咧。天上，啊，你毋是已经？我已经安怎？内面你遐空啊门套？ 不然你若知影，还是讲你也无入去啊。到这甲你讲的吼，我甲你讲，我迄边吼用我们土狂喝了吼，还佫迄个在纸条啊，先按现场禁止进入吼，安尼甲封起来。毋若讲咱厝的人袂入去哦，外口的人若看咧，看嘛毋敢入去啦。阮爸若知影吼，一定学着讲，我足巧的。学着，我烦恼。萱萱，你看爸比啊。爸比去了，可怜啊。 都是恁只小狗弟弟兄啦！阮先生才会当来讲什么爸比死了可怜哦！阿狗啊，你爱常常甲囡仔教教遐有无？才互囡仔咧学袂讲啦。二三，歹势啊！这摆先生毋是讲我只狗死了可怜哦，这摆是讲恁天上死了可怜哦。我耳啊无叫有误打啦，未啦，我有听伊讲爸比死了可怜。哎，阿姐那去为安尼啦？ 啊，无过阮先生来讲，因爸比死了可怜。爸，你看我有巧无？嗯，我要要再亲咱现场禁止进入的条吼，啊，你甲封起来吼，啊，你毋若讲咱厝的人毋敢入去啦，别人嘛毋敢入去啦，何乐子？何乐子？你是毋够推呢？啊，我叫你甲封起来，你提提房啊，对迄个员工门的所在甲垫起来就好。啊，你为安尼毋知讲咱到什么人死啊？起来起来！阿狗，哎，啊，你今日无去海钓场，你若走来坐啦？ 你说，啊，你叫袂记的哦，我今仔有甲你请假，啊，昨暝才休困的，啊，是啊，今仔就要请假。无听的啦，你会记伫愈来愈歹呢。咱拄仔伫大菜市啊吼，恁毋是还阁照着阿狗开的电话，伊甲你讲吼，伊要去趁大条的，啊，无你干妈，妈讲吼，恁若定来要来请假吼，你规日卖做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阿狗吼，即两天一直休困啊，毋知变啥梦啦。啊，若空缺路途，我先行啦，啊，拄着好，赶快招你行。哼，你有啥物好路通行？ 先生，你讲到这个歹拢唔通行。我袂晓行对啦，我袂晓行。我讲行爸爸做对无？行，我来唔放手。嗯，行。拄只我要来遮的时阵哦，有经过土地公庙啊，我就入去跋杯咧，迄一跋就神杯啊咧，哈哈。我来时阵哦，心情偌快乐个咧，这叫做福至心灵。我有这预感哦，咱今日一定乌着爆。 哎呦！大哥，水仙啊，等下叫伊去听条狗，就免人啊。放心啦，伊今日去上班啊啦，今仔日，哪会当放心大人甲滚落来？后尾啊，我来啊，你来到这，我甲来来，你用阮三个大股东等你这个千分之一的股东安尼甲对。后尾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这嘛是关联着我一生中的幸福咧。 假使乃当成功哦，伊会当改变我一生中的命运啊！这乃当清清采采，我嘛是足慎重的呢。诶，搁再讲，我这人若要出门哦，拢爱看八字下时辰到出门的呢。诶，这种有影的哦，这代志若要成功哦，就一定要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啊。诶，阿狗仔，请教一下哦，今仔日什么时辰，咱来动土较好咧？嗯，今麦拄好吉时，今麦动土上好。 行，行，什么劲啊？我来啊！你今仔日。
过不来，有啊你！今仔日吼，唔免油啦，啊，你来代志吼，我拢总知影。大老兵，这件代志想甲你讲的，啊，都阿虎啊，伊甲我讲吼，恁的乌宝藏，这可能面包唔来搞的啊。 伊毋是恁保姆哦，要怎随个证？钞票，即我送行。哦，你臭鬼精啊！你嘛真无意思呢。我拢写来迄落要推硬的代志哦，你都去想着我。啊，像即我好卡，你来他咧边啊去哦。你阿咧讲有意思？什么？代志搞出来，你想要安怎？我嘛要分一份。啊，你敢若听着风声，你就走来才要分一份？啊，这社会出来搞代过啊？对啊，无我来走啊。 等等等，你要走用的，啊！你离开这吼，你这个代志袂使甲任何人讲。笑死人，啊！嘴伫我身躯呢，要安怎讲？那是我的代志啊。啊，手机啊嘛伫我的手里，要安怎传简讯予人？这嘛我的代志。啊，你若无爱予我出去宣传，会用着咯？你看你要安怎，他我的嘴。胖胖，阿狗。 你有感觉即马我大头边的对话，这种对白，这种情形，恁两个种面色的无哈？那这种对白吼，我拢捌对你讲过啊。卑鄙的少年，下流的东西，一个贱人。这，我就问你啦，啊，若无哦，这代志啊，我传出去哦，我证人知影哩。好嘞。 分一份嘞，张文啊！大老兵啊，你要分一份，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你袂当后悔哦。我讲的算话，绝对无后悔。水，我甲你讲，阮的总股份是10万股尔哦，你要分一份是万分之一尔。啊，安尼尔。 要红军，只要乌暗，就要防止我运动再度发乌。我这边哪样？啊？安尼，怀疑你。哦哦。我们开始行动。呀，对了哦。加油！好啊，军啊，姑姑就是咱的嘞。 啊，无对啦，遐，哈，第一站树啊开啊，阿妹，嘿，离树啊开50公，迄个点啊凹落去，50公分约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一公分袂用的哦，水啊，遐准哦，嗯，阿哥啊，是你阿婆伊阿娘啊，胖胖的，你真怀疑我的实力呢，阿妹，啊，信你们一摆，咱来去学。 那乌无吼，迄棍仔上阿狗甲大落去，阿水呀，行来哦，行。哎，宝贝，大老兵，较认真滚嘞，咱的希望在这招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即下目睭，拢安尼金箍缠缠滚啦。有感觉啦吼。来来，我看起来，我看一支土尔啦，金箍缠缠滚。哎呦，较滚啦，滚啦，紧来，紧滚啦。 过来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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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呦，哎，你别啊！你别上水啊！你别上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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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上
改变。哟，我改变。高姐，嗯，你讲听嘞。好，我改变。好，阿斌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讲签字，我讲签字。
就要看到啊！有声呢，哟！哎呦，啊，真正有声呢，对啊！给给给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点点啦！我给你。哎，这个毛，这大个，这熊也炸弹也未崩啦，夭寿啊！啊，你若真是崩起来，昨昏你先早死啊啦！我先靠背喂。迄凡事吼已经崩过啊嘞。崩过啊？有影哦，拢未崩。迄是讲迄若崩过啊吼，干那迄个派对喊你来干，我迄个爹嘛卖足侪钱的呢。吼，啊你看卖，看到底有崩过无？我，无啦。阿哥，你骗的，无啦，我，我啊，石头是变大粒啦，啊，炸弹是比你比较细粒啦。啊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就变那样啦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又讲拍我死嘞，我就惊嘞。
阿虎，足恐怖的！你炸弹要大粒吗？要死我！阿姐啊，莫来紧张啦，啊炸弹这么在位，你头前干你啦！好啦，这代志吼，交阮警方处理就好啊。你说你嘞，你不炸死人诶！会来，我会注意啦。OK， 你来紧。是这里啊！要死我！你炸弹要大粒，你面子要我撑诶！发现微风大是不是？嘿啊嘿啊，就大粒，就恐怖的，对对。当时发现的啊？他拄我后面啦，在阮家后边啦。爸，那恁几个人发现的？我，就是阮后边的。你倒来啊？哦，我平时新闻记者。平时新闻上盖赞啦，刚二十四小时就拢看有啦。我想要看平时新闻。阿姑啊，你戏剧真正有赞的。我逐天哦，迄电视转开了哦，我拢唔捌咧关啦，唔捌转台啦。我想要看你哦，亲眼看，亲眼卖计较。啊，你这组连目镜有，迄我捌接呢。你捌接啦？啊，你世间拢哦，咪照怪呢。赞啦！这也是我们台湾上好的电视台哦，就是民视新闻啦。哦，阮对民视哦，真正死忠的啦。你要是无，啊来，啊我杜水虎才是世界地位的光。咱是自由的电视台，不要！文山阁下令，啊，今晚我们赶紧去办采访哦。好，下令啊！顺利啊，顺利哦！阿伯客官哦，顺利啊！我电视台来接你啊！我再给你访问，哇，你做新消息有点出名，你知无？我都无收到，阿伯来来来，进。OK， 我来办。我出文了，我出文了，阿杰啦，你唔免跟我讲遐济啦，看你鱼仔爱偌重，我会叫阮天上给你穿起来啦。哎啦，啊你是家己要来载，还是爱阮给你送过？我都知影你这鸡仔哥行了工钱吼。好啦，我叫阮天上给你穿落边啦吼，啊你家己爱来载哦，爸。大消息，大消息啦！咱阿爸搞挖了一粒炸弹啊！啊，挖到炸弹？太有可能啦！啊，咱的阿爸搞哪有法度通去挖到炸弹出来啦？啊，有影啦！拄则我咧换大的时阵哦，啊，看迄电视啦，看到闽西新闻咧报啦，不讲水底了挖了一粒大粒的炸弹啦！啊，我甲看，哎呦，咱阿爸搞咧，啊，佮看到厝边啊只吼，伊阿爸迄个动作啦。厝边仔就讲哦，迄粒炸弹是伊挖到的啦。恁厝边仔就哪有可能伫咱后壁狗仔挖到一粒炸弹啦？哦，我甲想起来吼，可能是伊要挖宝吼，结果伊挖到炸弹啦。不是咧，之前我过遐看哦，伊是举一支钢锤啊，伫因灶脚仔咧拱啦，哪有可能挖到对后壁狗去？哦，那开始哦，伊是当面咧灶脚咧拱啦，啊，不过尾啊，可能是吼，照迄个宝藏图的指示啊，而且安尼沿路挖到后壁狗去啦。啊，想袂到讲吼。本乌无得去乌了炸弹啦！是你啦，你是有参加因乌宝的行列着，啊无你哪会知？我无乌参落啦，这拢高姐甲我讲的啦。啊，恁高姐哪会知？哦，高姐讲吼，这乌宝吼，伊嘛算股东呢。伊讲吼，伊有千分之一的股声啦。好料啊！你即摆若讲甲无啥在，我拢听无。煞毋知影拄只吼，我伫个闽西新闻内底吼，嘛有看到高姐啊。哦，安尼我知啊，莫怪恁高姐定伫我面头前咧讲啦。逆上坎坷的路途我来行，若是拄到好坎坷，我会招你行。快点，坐！哎，闽西的记者小姐，我看你哦，这么善良，搁这么水哦，我就知影你是好人，啊，你有啥要采访？我当讲你听啦，这阮家的地啦，啊我你知影啥，我拢甲你讲。二三，你是怎么看到情形之下发现到这个微博单呀？哎呦，啊我同你乌乌头，哟乌头，你不是我啦，啊才乌头迄炸弹，迄个大粒，足恐怖。小子啊，什么样？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！进，站！